大家好，我是 Jenny， 感谢 AVG 平台这次创办了这次的 KO 榜特训营，让每个新组员啊能100%感受到销售的乐趣，还可以激发他们的潜能和热情。嗨，大家好，我是 William。首先，先感恩我们的 AVG Founder Vegan 跟 KJ， 还有为我们精心策划这一系列活动的导师们，在这一次的活动中，给到我很不一样的感触，跟学习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学习到怎么样更好的去带好团队。学习到怎么样去鼓励、去培养伙伴们，学习到怎么样去激发他们的潜能，甚至是教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很荣幸可以担任002 AVG KO 内训营的统筹和主持人，很感恩 AVG Founder 给我这次的机会筹备整个活动。当然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我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因为我看见那些非常害羞内向被动的人都成功引爆他们自己内在的潜能。在这次的 KO 巴克逊，我是担任了一个教练，在这次我真的学习到很多，像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教练，我带十几个组员啊都很不简单。我可以想象到啦，我们的大领袖啊、创办人啊，他们平常是常年带着我们300多个人团队，真的是非常 respect。我很庆幸有这个 KO 榜内训营，然后我也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担任副队长的位置，让我感触很多。本来我不会主动去关心别人，变到我在这个 KO 榜啦，我要去主动去关心每一个组员，跟我一起 fight 这个业绩。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所有的助教、所有的教练，因为有他们，我们在这2天1夜才能够顺利去完成整个活动。每一次参加这个内训活动，都让我找到我自己内心的初心，更让我可以确信举办这个内训活动是最对的选择。哪怕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领袖、一个团队的创办人。像大叔的我自己一样，没有学历、没有靠山、没有人脉、没有本钱的年轻人，也可以通过在 AVG 的平台取得成功。AVG 一直在加油，再送大家一个鼓励。AVG 一路以来为我们坚持着的这一些文化，给予我们很好的平台去创业、去发挥，就像这一次的 KO 榜一样，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的新人，一个月时间可以成长、突破、爆胆，真的很欣慰。也许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成功就差一个导火线而已。所以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人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走得很远。很感恩 AVG 给到我们家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无私分享，这里的所有文化，才有今天的我。我真的很喜欢 AVG， 感恩有你们。如果想要去成功啊，真的是需要一个很成功的团队，所以我们都很感恩身边都有贵人啊，好像 Ben 哥跟卡姐啊，还有很多 leader 啊，平时在我们做业绩的时候都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跟方向。我很庆幸，我很荣幸，因为我加入了 AVG， 让我不断的提升，然后不断的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一个平台这边啊。其实我是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年轻人啊，缺少的是这个机会咯。所以我觉得 AVG 是真的真的很棒很棒的一个平台。感恩遇见 AVG， 让我们在这里不止赚到钱，还赚满满的情怀。
我们一次一次的内训活动都越做越好，有启发有效果是最重要的，起跑点在哪里都不重要，最重要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第一名，加油。我想对大家说，有时候别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你不行，你说你行你就行，加油。